文化月主办单位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汪明浩先生，郭特利主任，吴小林主任，以及南台别院功德主刘昭明前伉俪。用掌声来邀请京津冀佛光山文化院的代表白银金先生为我们说几句话。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任白银金。这一次呢，由我带领着河北省的杂技团和普通话的展览到佛光山参加文化月活动。在2月6号早起，我们去机场的途中，我们听到了南台湾遭受地震的消息。在我们从桃园机场乘坐大巴去佛光山的路上，我们在车载电视上看到了很多的报道，我们非常的牵挂，非常的担心。我是河北省人，河北省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辈经历过，并且多次跟我说起过，所以我感同身受。在佛光山的演出中，有很多我们受灾的乡亲，在山上住的受灾的乡亲去现场看，他们跟我们说了很多具体的情况，我们呢也在演出中和大家一起祈福。今天是我们演出的空档期，所以我们特别安排我们京津冀的同仁们，还有我们演员的代表一起过来，了却我们一份牵挂，带来我们一份祝福，祝愿受灾的乡亲们早日走出悲伤，重建美丽的家园。谢谢大家。谢谢白银先生给大家的祝福，致赠平安祝福礼。现在我们邀请主办单位向所有的乡亲朋友致赠平安祝福礼。大师说，平安就是福，相信现在大家都有更深刻的感受，并且我们也无法预测灾难的来临，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安定，来面对未来我们还有可能在面临的种种挑战。这份平安祝福礼包含所有人的心意，也希望所有的大众以后要更加互相帮助，居安思危，并将这份祝福礼给予自己以及家人更强大的力量。我们各位乡亲哈，今天的这个慰问金当中，一个是物质上面的，一个是精神上面的，所以今天在大家的结缘品的袋子里面，特别就红色刚才给大家的袋子哈，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来保庇咱大家平安吉祥。诶，你这里甲挂住讲，挂住身有米，也是放伫兜里啊。我想这个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大家保庇平安，早日成。希望这份力量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充满关怀，让这个世界更加祥和，更加温暖，让我们一起携手向前。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参与今天的
同在佛前为台南乡亲祈福，希望新的一年所有的人都能消灾免难，阖家平安。阿弥陀佛。李晨，是我们的书局，是我们的家，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常常回来。咱各位哈，来，迄个咱的乡亲啊，那么今仔日咱这祈福法会啊，就安尼简单的结束啊。今天的祈福法会就简单在这边结束，因为知道说有很多的乡亲后面还有事情要去处理。那么就不再跟大家啊特别的把很多事情告诉大家，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如果我们各位乡亲有需要佛光山协助支持帮忙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客气，直接来跟我们南台别院的妙勤法师或是法师说啊，甚至我们佛光会的这一些功德主，他们都愿意好来支持大家，因为都是住在台南，很了解到台南乡亲需要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有最重要的一句话，就需要帮忙，你不要客气。那另外第二件事情，正如我刚才讲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哀伤，我们的亲人他才会跟着一起欢喜安心的离开人间。好，安尼是对伊上大的帮助的对吗？因为我。出家的这三十年过程中哦，去替人做真侪这种事，我嘛有了解讲要安怎来帮助人。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了解到讲啊，跟我以前讲迄个部分，其实是拢完全同款的哦。所以呢，人往生以后，其实拢要分撇啊。咱一般拢讲要分撇，伊这个分撇其实拢要伫你的身躯边。为什么会伫你的身躯边？因为伊真爱你，那真爱你，但是伊无法度去跟你接触。为了啊，那五十要到三纲，那我们可以好，阿弥陀佛。来，各位我们各位乡亲，我们那各位记者朋友，今天呢，我们今年的春节啊，是京津冀佛光山文化月，在台湾的佛光山于正月初一正式开幕。这个佛光山文化月啊。是以北京的燕京八绝、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和河北省的杂技不呼画等为主要内容的啊，然后它交相辉映，以其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向我们台湾的乡亲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展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一连几天近百万人上山呢，来参观我们的文化的精品，对美丽绝伦的啊艺术品啊流连忘返，也去观赏神乎其技的河北杂技，为此呢击掌叫绝。在我们到台湾的当天啊，我们得知了呢南台湾的地震，所以及时的。把我们演出啊，把它转化为赈灾的公益演出，通过河北杂技力与美完美的合一，给灾区的同胞以信心力量，让他们走出悲伤，走向坚强，重拾呢信心，建设美好的家园。我们今天啊是北京、天津、河北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啊一些同仁和同事们一起来到台南啊，和我们受灾的乡亲一起表达我们的爱心
同时呢也为台湾的民众祈福。我们希望这样的灾情不要再扩大，这样的灾难不要再发生，让我们每一位追求美好明天的人们能够平安吉祥。谢谢各位记者朋友，感谢大家。这次特地带来的这个愿望，为是为台湾民众所祝福的地方，或祈福的地方，就特别来。因为我们这次来有北京的燕京八绝，也是我们非物世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然后我们把这些传承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后继有人，然后大家从美丽绝伦的这个艺术品中感受生活的美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民间的杨柳青年画还有民俗的艺术表演让大家从这些欢快的振奋人心的这些古典当中去激奋自己，还有河北的杂技，它的这个飞跃巅峰就是告诉人们要勇敢地面对，就不畏困难，谢谢。当然了，还有的朋友在问，说佛光山的文化月你就举办一个月吗？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一个月，但两岸的文化交流有很多，不仅有我们集中的，而且呢还有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文化的、艺术的、教育的、科技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很多。为什么交流这么多呢？你像我们这次在台湾，在高雄在佛光山，我见到很多朋友，也给我很多名片都是搞两岸文化交流的。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乡亲来从事和参与这个两岸的文化交流，就是因为一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融入了我们两岸同胞的血脉之中，刻入我们的骨髓之中，只在我们的骨髓和血脉之中的力量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的。我们的两岸交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荣，大家会在其中感受两岸一家亲、血浓于水这样的亲情。我想春节是回家的日子，你看前些天高速那么塞人那么多，但是都挡不住大家回家的路。我想有家的感觉很好，那么家文化是文化所支撑的，是根脉所延续的，所以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都在各地展开，记者朋友们会很忙哦。谢谢大家，谢谢。这是我的好朋友这个徐一鸣先生他特地也赶来谢谢。因为我是住在这拢大家拢对阮足好个啦，算讲安尼对阮有对阮这老人足照顾。本来我是拢毋捌字，拄仔为着这地动来遮，我拄仔拢会念这个佛经安尼我着足感谢遮个师父安尼啦。对阮足有够好个安尼，对阮这老人足好个。算安尼拢足照顾个啦，大家拢对阮真好安尼啦。足感谢恁来教阮迄个访问安尼啦吼，谢谢啦。算吼，我嘛唔知要安怎讲。我嘛唔知要安怎讲，讲袂出。算大家对阮足好安尼啊，一只大安尼有够好个安尼。感谢大家。足感谢恁大家哦哈哦，谢哦，足感谢。阿妈来保重哦。足感谢恁两下。很感謝啊，很感謝，對啊，這樣好，這樣好，謝謝啊。東區大智里一個四樓建築的菜市場，然後四樓建築的菜市場因為這一次的地震，四樓變成了三樓，然後在這一棟倒塌的大樓裡面，我們佛光山南台別院有请他们这一栋大楼大约有将近30户的受难的灾民到佛光山南台别院这边来安住。那这一次2006我们台南大地震确实
给我们台南地区带来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非常大的一个伤痛。那我们佛光山也在第一时间就安置了三四十位的灾民到我们南台北院来。那我们也在当天的中午就500多个佛光人到达灾区，开始煮热食，准备食物姜汤给我们现场的救难人员，还有受到这一次地震的灾民来食用。那我们也在我们住持妙景法师的带领之下，在现场念佛，希望能够所有受到惊吓灾害的灾民能够在心灵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慰藉。那也有很多的灾民看到我们在现场念佛，也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所以台南市政府秘书长他看到我们佛光山在灾区有这样的一个付出，他也请我们佛光山南台北院在我们台南市殡仪馆负责早课跟晚课，带领所有受灾罹难的家属来做早晚课，对亡者这样的一个回向。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好朋友到我们台南来关怀我们这一次因为地震所受到伤害的罹难者的家属。因为我们师父星云大师也都一直强调两岸一家亲，希望我们两岸所有的同胞都能够互相来关怀。那这一次能够在天津、北京还有河北的同胞来关心我们这一次台南地震灾民的家属，他们也都表达了非常大的一个感谢，希望我们两岸能够更加的发挥，在文化上更加的交流，在互相的关怀能够更加的提升。那我们佛光山佛光会在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灾难发生的同时，我们都愿意付出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所有受灾的灾民、罹难者的家属度过他们悲伤的每一个时刻。非常的谢谢大家，谢谢。呀，我们这次啊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访团来，是来参加佛光山的文化月活动，是北京、天津、河北我们三家在佛光山共同举办这样一个文化月活动。我们带来了天津的七项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天津非常有名的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这样一个文化项目。然后这些项目的背后呢都有故事，其实我们来呢是向台湾的朋友讲述天津故事，传承这样历史的文化。那么到了佛光山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台南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大地震。这个我们所有的团员包括我们天津的领导第一时间就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带我们问候台南的这些同胞们。因为什么呢？因为76年的时候啊，唐山大地震天津呢也波及到了，我们很多人像我的家庭过去也都得遭了灾了，有的亲人失去了，房屋倒塌了。所以呢我们对台南的地震我们是感同身受，大家有同样的心情。那么这次呢我们专门和佛光山共同举办了这样为台南的一个祈福的法会，实际上呢就是借助这个法会把天津、河北还有北京的老百姓的心情，我们代表天津啊为老百姓为台南的这些乡亲们祈福，把我们一份从内心里的祝福献给他们，希望他们坚强，是吧？早日重建家园，建立美好家园，恢复美好的生活，从心底祝福大家，也代表天津所有的乡亲们问候台南的同胞，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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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看到。
我就想要开地皮，麻烦了，好吧？从不认识经书到现在已经看得懂经书，这一段期间真的是叫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啊，好啦好，啊你先去用一个餐配合，啊，快啊，你再快啊，你再，啊，谢谢，阿妹仔，阿妹仔，来来来。